陈意涵呢，曾经呢是这个导演蔡岳勋还有旗下的艺人，但是因为外传，因为主演钮承泽的电影之后，现在呢因为合约的问题，跟导演蔡岳勋好像有点不太合哦。这蔡岳勋在八号的时候就反驳说，这很瞎哎，真的是捕风捉影。因为我前几天还在跟窦导谈这个合作的事情，还在谈这个传闻。现在台湾呢，其实导演应该要建立一个合作形象跟互相帮忙，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被伤害了，真的很可惜。而且他还说，这信息还是太小了。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我们深厚的交情。